欸，入去唔使錢，唔係嘛？咁開心。今日同大家嚟睇單車徑輪，徑輪竟然係唔使錢嘅入場，問你死未？入場唔使錢喎，冇料喎，咁乸爽嘅咩？好啦，我哋今日同大家嚟到呢一個係位於塔茨加華立川呢一度嘅徑輪場，冇錯，喺日本咧單車都有得賭嘅。咁啊，今日好簡單，同大家睇一睇喺日本賭單車究竟係點賭法。嗱，呢度裏邊咧，咁啊有嘢食有剩啦。嗱，前邊咧已經係呢個徑輪場啦，但係估唔到呢度嘅徑輪場竟然係喺出邊嘅喎，喺歐多嘅喎。我以為係喺室內嘅，點知原來唔係咯。哇！大家睇下徑輪場多人到，上次我哋去睇呢一個徑艇咧，係冇乜人噶嘛。哇！今日唔知係咪因為喺呢個 Grand Prix， 好多人喎。欸？落車して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てる？欸，マジ？哎呀，原來而家有個選手受咗傷，俾個擔架搬走咁，原來而家喺度。大家睇下賢仔，哇，完全係專業啊！耳仔啊插咗折筆，跟住之後大家睇下佢後邊，佢後邊係攝住經輪日報，勁正啊咩事？阿賢真係好襯啊！呢個碌真係，呢個碌真係好襯，冇辦法。大丈夫、ありがとう。それではいよいよお空のお散歩に出発。でもまあ、まあ朝日だから、まあ、うん。我哋兩個咧都要問老婆攞錢去到賭咯，都係要。本當你就我弄出來，我弄出來，我先拎出來，出來。好啊，好啊，嚟緊下一場第九場賽事，我買咗兩張飛，我唔知乜我重複買咗二三九買咗兩次咯，跟住之後一二五。兩張飛睇呢啲現場睇賽事咧，最搞笑就係因為好多人都喺度破口大罵，爆曬粗咁去到屌啲選手，呢下真係最好笑啊！呢下真係佢哋單車咧，唔知係跑幾多個圈嘅咧，佢成日都係咧最後一個圈之前咧喺度慢慢行，喺度爭位流力嘅，個個都喺度。哇！嚟啊！再嚟啦，四個圈啦，開始出嚟啦，開始。239啊，239。誒，佢呢個西村康納。我不想。我看啦，これは太陽。勁乸快先上單車，哇！嗰班，你個，嚟，三十分鐘，我跟你，乜得？三十分鐘，我跟你，乜得？哎，快，三百米，三百米！啊，快攻，快攻！哇，南巴！南巴！喂，等先，而家啱啱呢一鋪佢932喎，結果應該係我買咗500 yen 喎，我買咗兩次500 yen。好，
喂，入飛幾多幾錢啊？3700円 ，OK 啦。3700円，頭先我哋全部用咗1000円，即係贏咗2700円咯 ，OK 喎。好啊，而家去到全日最後一場賽事，呢一場賽事係2023年度嘅女子冠軍賽。呢一場我買咗1237，買咗4000幾英啊！呢場都。好啊！全日第11場賽事，全年度2023年女子 Grand Prix 最勁嘅7個選手，呢一場究竟係會爆大冷定還是係大熱跑出呢？究竟係輸錢翻屋企定還是係今晚去食燒肉呢？就睇呢一場啊！好啊！最後兩圈啊！最後兩圈。兩圈啊，上啊，1237，哇，行快啲啊！哇，你睇下面個會場多人到嗰度，你睇嗰度多人到？呢個係最後直路嚟，未係啊嘛，仲有一圈啊嘛，仲有一圈啊嘛，仲有一圈啊！一二三。是不是123啊？是不是123啊？好像咦，哇，他這場的一號選手呢，這個佐藤選手，哇，他完全是 level 兩個 level 來的，他領先幾個車位衝線咯。其實香港那些單車選手都可以來這裡出賽啊，香港那麼多人，香港那麼多勁的單車選手，他們有沒有來日本賺食的呢？其實應該要咯，我覺得。哇，超勁咯，壓倒性的實力。喂，等一下先，一二三位，132，1430英，喂，輸錢啦，即係三連單132兩，1430英，即係輸錢啦。今日呢一場嘅賽事，我哋最終結果係132啊嘛，我有買到噶，我買咗132啊，咁但係咧，我哋係中咗大輸錢咯，因為嗰個賠率係每100英派取1400幾，我哋買咗4800英嘛，即係叫佢輸錢咯。但日本連單車都得到，所以我話呢樣嘢咧，香港嗰啲勁民選手、單車選手咧，其實應該係要嚟日本揾食咯，好多錢㗎玩踩單車都，唔係講笑。香港嘅單車選手可以考慮一下，不過冇啊，我哋去收錢，跟住之後就食燒肉，唔知道。1237，2860英，即係輸2000英咯，真係。喂，我知呢個回答得嘅，哦，係 OK。あれでも前さ、さ、今日総合的に4000何百円しか負けてないやん。結局。1万円を貸してさ。あ。残りがこれだけど何これ。いやいや、もうそんなもんだよ。楽しめたっていう。楽しめたってことで。残りのお金は返してくれる？それは来月にしましょう。来月の生産日にしましょう。それは。5000円足りないんだけど。まあ今度ね。返してね。まあ、それ賭博でそういうことなんで。はい。あの生活費だから5000円返して。はい、分かった。はいはい。